The culture of a city reflects its history in the most authentic way. All this free time, why not make the most of it with a game? High stakes, high rewards. All for nothing. Using Robin's death as a bargaining chip, I'll ruin this beautiful dream and create the grandest den.之中感觉沙金在多次对开拓者进行一些试探，甚至会觉得他们有在刻意安排一些接触，然后感觉他的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达成合作，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沙金这个角色受到的关注度也是很高的，在 2.0 剧情当中明显感觉到他有点亦正亦邪，站在一个偏反派，但是也并不能完全说，就你们有利益冲突，但也有利益合作的一方，然后他想要谋求与你的合作。虽然在 2.0 开拓者暂时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回复，然后根据版本 PV 也肉眼可见，在红天之外他也是 2.1 版本主线的一位重要角色。谭英这个角色能讲的东西我感觉还蛮多的嘛，因为我们回到最初设计他的时候也是将近要一年前了。在整个星穹铁道目前，首先在 1.4 登场了一位星际和平公司这个派系的成员，也就是托帕，而沙金也和他同属于一个组织，就是战略投资部的实心实人。但是相比托帕而言，他的行事手段也好，展露出来的气场也好，和托帕那样子一种公事公办当中带一点善意的其实并不相一样。沙金更多透露出来一种其实你捉摸不透，你也并不能说他是完全的恶人，但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善类。对，他好像在良知和手段之间四处的做徘徊，但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他浮夸的外表下面到底心中拥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这件事情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那此次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沙金是怀着一个比较强烈的目的来到匹诺康尼的嘛，所以很显然在接下来剧情当中他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推力，并且他的人设显然也是那种为了达成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一些对常人来说比较难以想象的事物压到这个牌桌上面，然后只是为了为自己最后赢得所有的筹码，然后所有或者一无所有。是，其实沙金这个角色就是刚才少基老师讲到的，其实是一些相对深层的设定。如果我们只是去看他的一个外表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阔少公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对，没错没错没错，那个其实 2.0 剧情当中对他有个比喻叫小孔雀。对，就是他打扮的就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他很精致，非常的注重仪表，然后会穿一些比较贵气的行头。还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他非常在意以自己的衣服会不会被雨打湿，所以梦里没有雨这件事情他还特地会说让自己感到高兴。是是，哦，那好像前面有一位下雨的呢。这其实各位应该也能看出来了，这里是有一些互相会发生什么事呢，好好奇啊。那这个就留待各位玩家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去自行探索。然后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总归到一点，就是沙金这个人是非常渴望拥有财富的，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财富，然后包括你去看他去挥霍财富，就完全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对于财富有一种可以说是近乎病态的执着。在他的那个视角看来，就是有这样一个信条叫风险越高回报越高，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去积累了这样一个大量财富。然后在这一点上，其实各位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就是他的一个视觉元素里面很明显有筹码有骰子，那非常多的概率，概率，对，概率，概统学的特别好。是的是的，等到这个新版本上线以后，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短信签名啊，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信息。也许对他而言，人生就是一场漫无止境的这样一种风险游戏，但似乎他是挺乐在其中的，一直会胜利，一直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赢家，这样的就很难想象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也很难说自己
是不是真的对他而言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比较难以言明，就更加让人好奇在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里面究竟列车组开拓者和沙金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了。和他交朋友不知道怎么想象，我可以想象到我和他交朋友，我肯定会让他帮我买大乐透。哎，你别说，其实就是无论是在 2.0 还是即将要上线 2.1 里面，沙金的很多选项都他都不用帮你买大乐透，他会直接给你、哦、直接给你，对，是的，所以和沙金相关的剧情选项里面，其实各位玩家也一定要尤为注意。请给我来一打这样的朋友。确实，这里可以剧透的是 2.1 还有类似的桥段。哦，那可要把握好机会了。如果 2.0 错过了， 2.1 可别千万再错过了。一个实打实的风险爱好者，但是却踏上了存护命途，的确很有意思。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战斗时候的表现吧。沙金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释放战技可以给全队套上一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然而呢，当那个队友带着这种可以叠加的特殊护盾受到攻击的时候啊，会为沙金去累积一种叫盲柱的一个充能点。当盲柱充能点它达到指定点数之后呢，沙金它就会触发追加攻击了啊。同时他的追加攻击可以再次为我方全体上这种可以叠加的护盾，带着盾挨打可以就打出追击啊，对，然后追加攻击又能够叠盾，对，套娃是吧？没错，这个男人呢，他除了有钱也让人很有安全感。沙金的终结技呢，他可以使他获得一定随机点数的盲柱，并且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伤害，同时他的终结技还能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然后呢，我方所有的人攻击此状态的目标时候呢，就可以造成暴击伤害提高。使用秘技之后呢，全队都会有概率获得不同强度的防御力提升。看到这些技能画面以后，我就一个感想，就这些金钱和筹码，别拿它去砸那些怪，来砸我呀！我也要。听下来以后，我就感觉沙金的技能里面有一些随机的属性，然后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着设计的呢？这个的话，其实沙金这个角色比起公司高管，我们更想传达的是一个狂热的概率游戏爱好者，概率学得很好。对，所以他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计。最早我们其实设定里面沙金是不包含轮盘这样一个元素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概率游戏这个点做到极致，所以才给他加上了轮盘这样的一个视觉元素。很早期的时候，就像黄泉一样，其实每个角色在创作之初、启动之初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想法，对对对，会有很多脑洞。对对对，沙金其实很早的时候有一版方案，我记得其实是想做闪避，它最早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是闪避。为什么？闪避本身就是一个有一定概率的事件嘛，然后它代表了一定风险，它作为一个闪避存护，它能吸引所有敌方怪物的火力，然后倾注在它自己身上，但它能够通过闪避，然后以一个较低的生命值，但是能安然无恙的躲过所有的攻击。对对对，以小博大，然后甚至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就视觉概念，就是它会有一个底池，就每次闪避成功，它头顶上那个数字就会不断的往上飙飙飙，翻倍，然后甚至最后达到一个 max 77999，但一旦这个过程当中它又碰了一下，然后那个数字就会直接扣一半，然后钱掉洒一地，是这个非常有画面感，感觉做出来其实会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方案，赢下所有或者一无所有，对对，是，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但最后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方案呢？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出来了，然后我们去实际的体验了一下这个效果，最终我们发现啊，在经过多场的连续战斗之后，场上最终站着的只有沙金，就是那些 AOE 把他的队友们全部都对对对，因为就是说铁道里面会有许多的怪物，他都有 AOE 攻击或者是扩散攻击或者随机攻击，对，所以作为一个闪避的存护来说，他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对其他人就不那么好了。老实说其实还挺符合他人设，或者叫表面人设吧。那我突然想到啊，如果他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 boss， 他会闪避，那是不是会非常难打？就是你还真说对了。所以同样的，在最开始就当角色没有办法做闪避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了 boss， 是吧？对，那 boss 能做闪避吗？那当然也不行了。最后做出来发现，就闪避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怪物身上，可能就是一个蠢蠢的，负面体验吧。你想象一下，对，我一个满拐的苍龙，闪避了，无敌，然后打出
一连串的 miss。 但无论如何，就是你说到了一点，就是在 2.1 版本当中，沙金会和开拓者同样进行一场切磋，所以我们在 2.1 版本会看到这么一名就是 boss 怪物，他的名字叫食星食人诡异沙金，也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其实是和我们的角色有较大出入的。为什么沙金会展露出这样的形象，又是以何种理由他和开拓者进行一场友好的这样一种胜负游戏？对，友好的游戏。对，这场游戏的结果又如何？那至于二点，这些都会在 2.1 的剧情中进行交代，还请大家敬请期待。我怎么感觉我们总是和我们那些好朋友要打一场？那你就告诉我，再确认一下，他的确不会闪避，对吧？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天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啊。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实现了这样一个概率有钱的东西。对对对，就你在和沙金战斗的时候呢，他会时不时的倾泻出大量的一个筹码语啊，来攻击玩家。然后就是说，同时呢，他会去和玩家进行一个叫比大小比点数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就毕竟他是一个就擅长概率游戏的人嘛。对，哦，比大小，那我方获得这个点数是随机的吗？还是我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些控制？嗯，是这样的，就是沙金他会投掷出两个或者多个骰子在场上，对，当你攻击了骰子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一个随机的点数了。当你的点数比沙金大的时候啊，你就会赢得这场游戏，并且你可以获得一些对你战斗有利的一些效果。当然如果你的点数比沙金小的话呢，沙金就会用筹码语揍我们一顿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一次攻击中尽可能的攻击更多的骰子啊，让我们的点数呢可以有更高的概率去比沙金多。听起来的确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战斗啊。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点非常的有趣，就我们在聊沙金白河的时候，就最后留下的一个结果就是其他的人都离他而去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命运使然，我不好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几天以后大家就能明白这句话当中的一个醍醐味。反正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有些感慨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显抱有着很强的个人目的以及这样的复杂过去来到匹诺康尼的人，沙金一定也有自己非常想要去寻找或者想要去寻得的某种事物，那就祝他能够最终能够得到吧，应该能得到的，对吧？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啊，毕竟是擅长这种概率游戏的男人。那么了解完沙金，